我先准备个917颗，最后几颗石头的，到时候我们再用点小小的魔法补到。但我觉得啦，以我今天的欧气来看，我觉得大概700颗我们就可以结束，剩下200颗石头等到我们的史莱姆出来再抽掉都没有问题。认真的啦，认真的啦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好啦，我们先来抽这个保证 cost 60的角色。大家还记得我当时讲了什么话吗？如果这个60个全部60的这个角色出他妈出三只吕洞宾，我就不信王。哪有可能十个出三个？这不可能好吗？哎呀，我是觉得啦，应该会上面都是十个 new， 我 new 很多，我一些60都没抽到，所以我觉得会是十个 new， 不会有吕洞宾，也不会有旧的角色。认真的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三角连开，非常精彩，好顺，好顺。哎呀，克罗内克还是可以接受啊，五个洞，十个 new 的计划怎么变了？变超多。哎，怎么又张飞？哎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啊，没有吕洞宾啊，不可能有吕洞宾啊，我本来就不喜欢。被发现，本来就不信王这件事情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先从 C 池开始。可以，哎，哎呀，怎么可能保底？孔子耶，孔子老师安安，我的论语忘得87%了，所以请离，我不想再学论语了。来个洞兵，不会洞兵，不可能，真的不会。哦，刚刚已经抽到了，今天就不会再来洞兵了，这是当然的事实，好吧？几率哪有这么高的？对不对？啊，来吧，哎，嘣，嘣，可恶！不要张飞 ，no， 拒绝张飞，我张飞也已经20滴了。可以，来，一起下来吧。不会，我不会下去，我不可能下去的，我不会下去的。轻，轻，轻。今天是不是第一只白铁出现？奇怪，这个一发怎么最难抽啊？这个一发怎么极度难抽的感觉？可以，开，差不多了，该来了。哦，虎爷，哎。这个就会爆开，嘣！干你的雪谷！雪谷最近出货率也极度上升呢。这不是说一趴吗？一趴怎么最难？哎，可以，反正老话一句，我保底前出就不算保底，所以我觉得该来了，真的该来了，不是吕洞宾，这个就会是白。可恶啊！我们居然奇怪了，这个不是听说是最好抽的吗？怎么上宝了？啊，好吧，接下来我们来 A 池的这个变身，我觉得是相当的厉害。来看看这个变身实力，我是觉得啦，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真的出来啦，这个十抽也就会出安五十，哎，的怎么用黄飞鸿？看起来无危险，喂，可以，司马迁，4颗，来一个，怎么又是你人？不要，妈，黄大仙，我今天吃啥？今天也没有吃肉酱啊，子路，来个冻冰，不可能。不可能有这种，好不好？这怎么可能？哎，黄飞鸿不要，那就黄大仙，可以不要吗？哎呀，这睡美人也太多了吧？他是要我下去睡的意思吗？我靠！我觉得睡美人是不是要变成新一代的白铁啊？好可怕哦！太可怕了，这真的可怕。太可怕了！哇，好平淡的结束啊！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死抽就要结束了，那个女人就要出来了。
那个叫做司马迁的女人就要出来了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看这个五颗，他妈血骨！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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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挣扎了，你们结束就结束了，第一次出来了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个好啦，虽然跟我预计的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还算可以 ，OK， 十抽两只，对，两只六十七，哎，两只六十七啊，不过怎么又是 AW 警告？不会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出货都还来得及 ，OK， 四颗彩没有问题。稳到不行，我认真的爆开就是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孟婆，孟婆你来干嘛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喝个孟婆汤，然后就忘记今天发生任何的事情，然后就不要开台？我是觉得啦，保底哥那个女人可以来了，真的，那个女人可以来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， 可以，四颗没有问题，反正保底格前出。就是不算做保底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，海底捞月就是司马迁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小鬼们啊，太嫩了你们，结束啦 ！A 值70连币，哎，舒服啊，还两只，哦，爽啊爽啊爽啊！好，哎，走起，哎，真是的，好啦，最后一次啦，我是觉得啦。这个应该是十抽结束 PA 啊，我承担所有人的不爽，前往的史莱姆的十字，不是，那为什么这个赔礼又出来了？我觉得最近龙马的极度危险，怎么又是他们俩？我觉得今天那个抽到他们抽到赔礼的份，那个龙马蜘蛛是不是也很高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，司马迁不是司马迁。接下来就是装贵的时间，真的就是现在啊！不是啊，怎么又是 AW 警告、啊？我这样子，五颗彩没有问题，不会防守，没有吕洞宾，今天计划就是怎么又血骨？黄飞鸿，哦，为什么今天都是他们俩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 ？Why 都是他们两个？冬兵还在准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，没有，真的，在他来之前，我们就要十抽双蛋黄毕业 ，OK 好吗？四八四看起来有点危险，喂，八颗能不出吗？怎么可能？哇，三个五。对，八颗能不出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这到底发生什么？四颗可以结束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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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颗才直接结束，真的啦，没有。火绿双人组来了，真的来，走了。我本来还想说，这可以轻松的结束的，没想到。我又要上警，好啦，上警啦，上警啦，上警啦，不可能出，上警就上警啦，一样啦，上警啦，上警啦，上警，没在跟你怕的啦，来啦，上警啦，不要出啦，什么都不要出啦，消个业障啦，来六颗，六颗最好啥都不要有，哎，又是关，没有，哎，怎么又脏？嘿嘿，哦，这妈的这个。三姐妹一起来两个，好啦，我们把装会保出来了。装死会师，哎，结束。好啦，我们用200抽换起五只啊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啊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200抽五只啊，还行啊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这个战绩我觉得。还可以啦，我们来点货一下我们张飞。哦，今天关羽两只，我们关羽也无数币的，他逐渐朝向着吕洞宾迈进的，真极度危险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只能一个用一个字形容。喂，雪谷，哇，雪谷40，
绝不是死。张飞35哦，张飞还有点距离啊，看来这还好、啊。黄飞鸿也三十，黄飞鸿，黄飞鸿也是一个让人有点头痛的家伙。版本龙马跟裴礼居然也20，太可怕了！今天大仙不吃大仙，好啊，我们来吃个大仙。大仙大哦，大仙还好，大仙还好，我们的大仙几率比较低，我们大仙的几率比较低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OK 啦 OK 啦，好啦，我们来刮刮乐一下吧。可以吧？我觉得今天这个战机还算行吧。那这个的最后25颗我想要留下来啊，之后看看史莱姆的状况吧。那就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。那喜欢我今天直播的话，就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帮我分享出去。那我们就史莱姆的直播见咯，拜拜。哎呀呀呀！